是我杀了你，姚仙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身上这股邪灵之力，与顾青书散发的黑雾为同一种力量，可顾青书为至纯至真的灵术，怎会有这股阴邪之力？ 说，便当我没问过。我也不会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我告诉你，几百年来，苦情树一直遭暗黑之力侵蚀。我苦茶多年，终于在金人凤身上发现了暗黑之力的踪迹。可你身上的暗黑之力又是从何而来？苦情树被侵蚀，我也会被影响，只是没想到。 这一次这么严重，这股力量是否与你在梦魇中见到那人有关？与他无关。那他是谁？一个故人罢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。少废话，你和金人凤。 你说啊，在看什么呢？就算你不是金人凤的同伙，你还是要受罚。让我看看，把你卖到哪一家店铺比较合适呢？丫丫姐来了，这是我们新出的原来福报丸，您尝尝。嗯，好吃，还会爆浆呢。 哎，对了，你们家还缺奴仆吗？觉得这大个儿如何呀？站住！哎，在这儿呢。站住！哎呀！站住！哎呀！ 这定海一棒还是要保管好的。你喜欢奥莱三少？不是喜欢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是崇拜，大神是用来崇拜的，喜欢就浅薄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强者的事情说了你也听不明白。你究竟是谁？姐姐已收到阿莱公子的传讯。 请前往涂山一见。原来你是姐姐的客人。什么？
你想阻止我？不好，灵骨离体，要先解决仅存的妖力，不足以支撑灵骨。 我如今的妖力，前连你过来都察觉不到。后悔了？我这个大当家，是不是太让你们操心了？你不仅让人操心，你还让人烦心。你想一想，你一个人身上担了这么多的担子，若是你当真出了点什么事儿，总得有人替你扛啊。 即便只是为了这些，你也得好好珍惜你自己的身体。何时学会教育人了？只允许你教育别人，不允许别人教育您。要不，我把长老请来，好好让他给你念叨念叨。 我答应你。起风了，我送你回去好好休息吧。 传说天书任务是苦情书，将给涂山当家的情缘任务，可前几人当家从未收到过。这次怎么会单单给姐姐降下天书？如此安排，一定另有深意。据说天书任务与苦情书息息相关，只要完成了情缘任务，所生情力便可反哺苦情书了。若完不成，便会降下灾难。 如今姐姐妖力受损，我担心。不用担心，涂山妖狐传承数千载，哪一次是容易的？况且，天书已至，只能面对。或许这也是苦情书的自救之法。
姐姐布置这天书任务所指为何？空白天书。